张志恒前排宣布完婚讯之后，就被踢爆一脚踏几船，被封为世纪渣男。而他原本的正印女朋友梁浩恩 April 就在社交平台留言写被偷走的那五年。咦，但是五年前 Stephen 是跟庄端儿一起的噃，加下连当事人自己都觉得好惊讶。我是不知情的，咁但是我希望不是啦，吓，我希望唔系啦，咁因为其实都好伤心嘅，咁一起拍拖系认真噶嘛，即系我好认真啦，至少，咁我都爱过，所以我会伤心咯，即系若干年后问翻我，原来你嗰时系咁当然会伤心啦。我都会祝福佢，因为始终都过去啦，佢而家都要展开嘅新生活，即系坏咗嘅嘢咧，就最好咧就改咗佢，咁咧就好好地锡老婆、锡小朋友，重新做人。做一个男人应该做。呢件事入面，除咗一堆女受害者之外，好多人都戥关智斌唔抵啊！真系可惜，真系可惜，即系一个歌手，香港歌手最梦寐以求嘅就系踏上红馆嘅舞台啊嘛！即系十几年啦，终于有呢个机会啦，但系而家变到咁样，即系我真系觉得我可惜，希望将来仲有机会可以睇到佢哋喺舞台上高。